们的当今新科歌后李亚莎。李亚莎非常非常的优秀，这一次呢一举拿到了歌后，感觉非常非常的开心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家里面看转播都对你，应该是说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所有朋友的支持。对，所以说今天非常的荣幸可以跟他一起在台上唱歌，歌后哎，开玩笑。没有啦，很开心你今天邀我来跟你一起唱。太好了，因为你就是你的歌非常非常好听，然后你唱歌穿透力十足，所以说这首歌一定要跟你合唱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带给大家这首歌曲《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》。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，是这开始花一朵。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，念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好想问。